大家好，我是助教朱立成，我负责的实验项目是 A three-level single inductor triple output converter with an adjustable flying capacitor technique for energy harvesting application。 首先先介绍我的 outline， 在 introduction 中我会说明单电感多输出电压转换器，也就是 CMOS converter 对于电能系统的应用。接着我会介绍 CMOS converter 的架构与其优缺点，再借由 Adjustable Flying Capacitor Technique 去改善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之后我们将以 AFC 作为此技术的简写。最后我会在 Summary 的部分做个实验总结。目前对于电能系统的应用，大多应用于穿戴式装置，如手机、智慧型手表，又或者人体内的装置，如心率除颤器、助听器。这些装置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体积小。本实验结合了链能系统与 CMOS converter， 增加了转换效率，并且同时缩小了体积。右方所显示的电路为传统的 CMOS converter， 它的效果是将输入电压 Vin 转换出三种不同的电压 VO1 到 VO3。 CMOS converter 的架构可分为三个部分： Power Stage 电感与输出级。在 Power Stage 中，我们使用了两个 MOSFET， 上桥开关为 PMOS， 下桥开关为 NMOS。 有别于传统的电压转换器采用单电感单输出的架构， CMOS Converter 采用单电感多输出的形式，可以大幅度减少电感的使用，因此很适合应用于穿戴式装置。然而对于链能系统与 CMOS Converter 的结合有着些许问题。首先，链能系统所转换之输入电压并非一个稳定的电压源，因此会导致 CMOS converter 的电压转换不够稳定。除此之外， CMOS converter 有着站态响应速度缓慢的问题。首先，我们对于稳定度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右方所显示的电路为 CMOS converter 结合了 three-level topology 的架构，左边框起来的部分就是采用 three-level topology 的 power stage 架构，当中使用了四个 MOSFET， 上桥为两个 PMOS， 下桥为两个 NMOS， 并且有着一颗非电容 C-fly。 接着我们将探讨 three-level topology 的操作方法。 three-level topology 总共可以分成四种操作模式。首先，我们假设非电容内储存了二分之一 Vin 的跨压，那么在第一种操作模式与第三种操作模式， V 叉节点的电压为二分之一 Vin， 而第二种操作模式将借由上面两个 PMOS 的导通 V 叉与 Vin， 因此 V 叉点电压为 Vin， 而第四种操作模式因为两个 NMOS 将 V 叉点连接至地，因此 V 叉点电压为零伏。因为 V 叉点电压有着三种不同的电压 Vin、二分之一 Vin、零伏，所以此架构被称为 three-level 架构。那么为什么 three-level 可以增加稳定度呢？这种架构会透过转换比将操作分成两种模式，如右图所示，红色线为使用了 three-level topology 的电压转换器，而灰色线为传统的电压转换器。当转换比低于 50% 时，V 叉点电压的摆幅将被压缩至零至二分之一 Vin 之间，相较于传统电压转换器，摆幅范围缩小了 50%。 与此同时，电感电流的斜率也会因此缩小。相对的，当转换比高于 50% 时， V 叉点电压的摆幅将被压缩至二分之一 Vin 至一个 Vin 之间。过去采用一个周期传输一份能量至输出级，但此方法可以将能量分割成两个部分，借此减少电压浮动，以增加稳定度。然而，透过 three-level topology 可以增加稳定度，但此方法反而会因为电感电流斜率受到限制，使得站态反应速度更加缓慢，包含我们在图中所看到的 larger undershoot、longer recovery time 以及 worse cross regression。因此我们提出了 AFC topology 来解决 CMOS 与 three-level topology 都有的站态响应不理想的问题。 AFC 的想法我们将透过右图来说明。
右图所显示的资讯为电感电流资讯 ，V 叉点之电压，站态响应侦测讯号 V detect 与非电容之快压讯号。当整个系统处于站态阶段时 ，FC 将依据电压变化改变非电容之快压，借此增加 V 叉点的电压区间，以提升电感电流斜率，进而增加反应速度。右边我们可以看到 IFC 的电路架构，整体架构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C-Fly Adjustment Circuit 与 C-Fly Controller。 C-Fly Adjustment Circuit 主要负责侦测站态响应阶段，并且依据输出电压变化量决定非电容之跨压，而 C-Fly Controller 将依据 C-Fly Adjustment Circuit 之选定值调变非电容之跨压。接着我们看到 C-Fly Adjustment Circuit 的细部架构，上方的 EAEC 架构比较了三个输出的回收电压与参考电压之电压差，倘若差异超过了一定值， V detect 将会因此抬升，此时操作区间将被判断为站态区间。接着我们透过微分器侦测输出电压变化速度，再就 Sample and Hold Circuit 与 Maximum Difference Voltage Detector选定最大变化值，最后透过 ADC 量化选定的变化值为 3-bit 数位讯号，并且传输至 C-Fly Controller。 接下来我们看到 C-Fly Controller 的细部架构， C-Fly Adjustment Circuit 所产生的 3-bit 数位讯号与站态阶段侦测讯号将被送至 SC Controller。SC Controller 将控制上方 Switch Capacitor Voltage Regulator 内的12个电压开关。 Switching Capacitor Voltage Regulator 可以借由当中的三个电容调变非电容的跨压于 1/8 至 7% Vin 之间，而输出电压 Vtop 与 Vdown 就是非电容的上板与下板之电压。那么在 IFC 与站态响应之效果，我们可以透过这张图来清楚看到，电感电流斜率与站态阶段之增加，将大幅度的影响站态反应的速度，进而减少 overshoot 与 cross regulation。因此 ，IFC 可以弥补 CMO 与 three level topology 站态响应之问题。接下来，我们看到实验结果。首先，我们比较两种 CMO converter 的站态响应。第一种是加上 IFC topology 的 CMO converter， 第二种是没有 IFC 的 CMO converter。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IFC 可以增加 V 叉点的电压区间，借此抬升输出电压至原定的输出电压。相较于没有 IFC 的 CMO converter， 有 IFC 的 CMO converter 只需要3 microsecond 的反应时间，而没有 IFC 的 CMO converter则需要36 microsecond。 下一张则是我们对于稳态阶段的量测。我们可以看到输出电压联波因为 three level topology 的关系被压缩至 3mV 以内，而电感电流联波也同时被压缩至 16mA 以内，借此看出 three level topology 对于稳定度之优化。最后是我们实验的 summary。 由于 energy harvesting 经常应用于穿戴式装置，因此设计上体积小为重要考量。本实验借由 CMO converter 大幅度减少了电感的使用与设计成本。针对链能系统稳定度之考量，我们透过 three level topology 减少了电压浮动以增加稳定度，最后再透过 IFC 解决 three level topology 与 CMO converter 都有的站态反应速度慢的问题。以上就是本实验之介绍内容。